你该不会纯情到不敢看男生的脸？到底要不要关门啊？你不关门会……她是不是公主并不重要，我只知道不是那个王子。这是我的 LINE、IG 还变化。你怎么知道我朋友喜欢健身？我喜欢的人就是女朋友蒋涛丽。涛涛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机智校园生活。